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蒙。好的，来玩这款生存女孩。显示武器是不是？Umi Server、Miku Server，选一个新的看看。好，给它 loading 一下。这游戏好，这边有一些公告，英文的。登录方式：Google、Email、游客。希望不要闪退。好，点击更新一下。我刚刚用另外一款模拟器在这边更新就闪退，不能玩。这个游戏是我在 Play 商店输入抢先体验出现的。抢先体验有时候你会有一些游戏就不能评分，然后也没有什么资讯。下次数是10000+。抢先体验，有没有 Facebook 什么的？没有看到，好像看那个游戏画面是像素射击，是不是？大概是少女咖啡枪，是吗？没有啊，少女枪，然后像素，没有咖啡。那个游戏已经结束营运了，应该啦。2050年，板桥附近，这是什么？不会是台湾的游戏，台湾的厂商做的吧？什么是板桥？板桥啊，板桥物语、树林物语、万花物语，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我有一款叫三重物语，三重物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。我是有玩过三重幻想，三重幻想不是物语，所以那个就有一个梗啊，三重幻想、板桥幻想。万花幻想，他那个三重不是指我们那个地名，新北市是不是？三重是不是新北市还是台北？反正都很近啊，你那个电联车坐几站就到了。以前我在台北读书的时候，有些同学住什么树林、住三重、住板桥、住新庄都有。我也搞不清楚，因为我都没去过。我现在住桃园。好，Biona，未来，Midnight，海味，海味，海味，什么海味？有海的味道，有海鲜的味道。跟我想的一样嘛，就是咖啡枪少女啊，少女咖啡枪，少女咖啡枪就是你就组队嘛，然后三个少女还是几个少女，三个吧，大家组成一个队伍这样，然后就可以射击，然后可以用技能这样，然后像素的消灭敌人，哎呦呦，88秒，然后，不，打僵尸是不是？按住的话就可以了，是吗？进呢？这补血哦。自动战斗，自动战斗。那个少女开飞枪还是自动战斗？很久没玩了，当初我是大概玩2、3个礼拜吧。就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手游玩2、3个礼拜已经很厉害了，已经很厉害了。因为我常常就试玩一下就不玩，可以撑2个礼拜已经很厉害了。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嘛，因为我的频道主要就是试玩一些新手游啊。你如果一直玩某款游戏的话，你又如果又玩不出什么名堂的话，就没有人看啊。啊，目前就是像素。少女，哦，然后元素啦，然后枪射击组队，然后应该不能切换吧？没什么打击感。我只是觉得为什么我们那个霰弹枪都要冲那么前面？就这一位啊，这一位霰弹枪啊，就散弹枪嘛。仅在88秒内消灭如果敌人，剩下0秒，哦，都0秒了。
好像也没差哦，没差。好，通关。离开。就四个少女嘛，目前。哎呦，韩国游戏有出现韩国字哎，想不到啊，想不到。哦，不透明度，我来隐藏一下，把我的摇杆隐藏一下。爱马仕，爱马仕不是包包吗 ？Epic。音乐好像很普通哦。比较轻快的音乐，然后这是抽英雄，有这个雪人的帽子，有这个女仆的帽子，有这个恶魔的，有这个天使，是不是？然后他们的眼睛就是圆圆的，这种韩国的那种像素游戏都做得很像那个《守望传说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《守望传说》，蛮好玩的。我也是大概玩了两三个礼拜吧。哎呀，玩两三个礼拜的游戏就是我认真过好玩的、啊，我才会玩那么久。不好玩了，你可能玩个两三天就受不了了，怎么可能玩两个礼拜？对不对？玩游戏就是要找自己觉得好玩的、啊，不好玩就移除嘛。好，这边我们要干嘛？消灭所有敌人，剩下100秒。好，我们就拔了。就就就就就，然后什么那个音效，这是什么？控制上我们现在只有三只而已，这干嘛的、啊？香蕉皮。我们有一个红色的那个应该是换弹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红色出来就是你要换弹夹。所以你就移动的时候比较色。我们比较没办法打带跑，因为控三只嘛。那边还有敌人，他只是往上箭头，是不是、啊？没有路啊！你骗我，没有路。我刚刚没有记录啊！哎呀，没有记录，自动战斗。让他自己走，这也是一个技巧。我、哦、这里有路啊，自动战斗比我厉害，我觉得。哎、欸，你不要那么冲啊！自动战斗没有我厉害啊。哇哇哇，好难控制啊，好难控制啊！哎呦，我原来自动战斗还按着，想说奇怪怎么控不了。好，过了。至少我们这个奇怪，为什么会有一个漏盾啊？冲在前面，你看我都没办法三星啊！是的，有没有看到其他玩家？没有，这个我们的村庄守夜避难所看起来是避难所，因为游戏应该是丧尸题材，是不是？反正就玩吧，试玩。一直开始，只能算是小游戏吧，射击小游戏，没有什么精美的例会。好，自动好处，它会帮我们走路啊。哎，我们可不可以养成一点？可不可以养成？好，这些僵尸啊，兵哥。常常那个末日有没有？末日的题材都是女高中生嘛，很多那个动漫末日都是女高中生在末日里面生存，然后有些末日会有丧尸，有的会比较悠闲，就是求生而已。他们就在末日里面找食物吃，散步。末日少女僵尸，有时候是末日，然后机械。少女，就是会有那种 AI 机械，然后陪着少女去寻找别的人类。我快死了啊！死了，我们那个漏洞死掉了。
请全员生存哦。这自动哦，不是我，不关我的事，自动弄的。好，要去养成的。背包。就这样哦。需要这个强化石，就加一这样。好。哦，果然是少女咖啡枪啊！有一个咖啡厅啊，是不是？怎么全部被我说中了、啊？好，可以做食物。需要四个钻石可以立即完成食物，可以干嘛？增加经验值哦。结果食物是增加经验值，不是回血。我需要钻石，钻石不足。这也可以做吧？对啊，可以做啊。你看它要冷却，它可以分开。抱歉，突然咳起来。好，领地的话，我们不能走来走去耶，只能这样子稍微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把这界面看一看吧。首先，我现在是游客，可以改 ID 吗？没有，这是我称号。然后我的 ID 好像不能改，好像锁起来了。设定嘞，繁中，尾巴毛。账号的话，你可以绑定 Google 跟信箱，我现在是用游客。哦，昵称在这可以改，可不可以改中文？好，可以中文。有些游戏因为是国外的国际服版本，它有时候不让你用中文。好，然后礼包码，礼包码不知道哎、欸。官方脸书有官方脸书哎、欸，就是要输入这个 Survivor 的 Girls。好。这个我明天再贴上去吧，再把那个脸书给贴上去。想玩的人就来下载吧，看看脸书有什么东西。我现在不知道他脸书有没有东西耶。然后为什么需要等待啊？哦，拿到了是不是？好，拿到了。然后我们。可以吃吧，还有皮肤，这个像素就很那个啊，韩国的那个像素都长这样。我有四十，好，升级了。这边有那个提升我们的攻击力、防御率、暴击伤害都可以提升。你可以这样吧，不要了，练到十等好了。哎呦喂，十四哦，奇怪，吃了什么东西？全吃是不是？我觉得他这个经验值好像给蛮多的欸，因为我可以做很多啊。我们这个餐厅可以做、啊、升级，需要这个资源。好，来制作汉堡要40分钟，有点久。好，那这个上面这个应该是体力啦 ,100%,140%。那这是我们经验值，我自己的经验值，哈姆的经验值，然后副本玩法，挂机多人模式狩猎，
刚是玩关卡嘛？再来一次，为了三星而挑战，知道？哦，理论上我们应该是可以秒掉他们了吧？请全员生存。游戏这种游戏通常是这样啊，你要么就靠技术，要么就靠等级压制嘛。那我现在是用那个等级来压制他们。我们那个霰弹枪要冲前面，它是一个范围 AOE， 所以它就冲前面。然后这个机关枪什么都在后面。我觉得应该是要那个，欸，怎么没有三星 ？Why？ 是因为我要再增加队员吗？哦，看不到，看不到那个三星的条件。不是啊，你不是说全员生存？是因为我只有三个人吗？搞不好，搞不好你只有三个人，他判断你没有全员生存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，欸，因为我们一开始的那个教学是四个人啊。那我现在只有三个人。所以你看这个请全员生存都是暗的，一个灰色字，上面这个是白色字，那有可能就是这样吧，先不管啦，好，先不管，好，过关，然后可以再次挑战，然后应该可以扫荡啦，反复哦，没有，它是反复，好，我们再玩一关，我来手动一下，太怪了，我要知道怎么走啊，好知道，因为我没办法控制啊，这家伙他一定会往前冲，除非你换武器吧，我不知道武器可以换啊，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换，就是角色跟武器应该是分开的吧，不知道哦。好，十六个敌人一样不能全员生存，因为我真的可能是因为我只有三个角色吧。待会来抽抽角色吧，哎，好像没有教我们如何抽角色。你看我基本上不太会受伤了。好，过关。哎，有食谱是不是？好，英雄补给可以干嘛？不知道。然后任务关卡有没有角色可以领？啊，没有，一堆钻石。信箱广告10%召唤。好，我们来召唤一下吧。十连抽，这边还要选定召唤师，不管我们就随便抽。这个有一些比较厉害的角色，打九折。那我们直接跳过吧。好，有个金框的猎人传说，好传说。然后这种是死尸，看不出来它是死尸啊，就白色的框框，高级。哦，这里有写啊，死尸、死尸、高级、死尸、高级、传说、稀有。这个框框都是白色的框啊，就这个金框比较不一样。好，新手十连抽，然后我们直接来战斗一场。开始啊，不用布阵吗？欸，他自己四个人了嘞，他自己编队嘞。哦，你看全员生存有量了有没有？所以你要上四个人。哦，四个人，
那应该会了吧，大家。就新手玩到这边十连抽，然后开始养成这些像素美少女，有美吗？没有，就上像素少女啊 ，Q 版可爱的少女。当然没有什么余音啊，就是一个小游戏吧，算是一个小游戏，射击类型的小游戏。好，三星的，好不容易啊。那你获得这些食材，你就要去烹饪料理。哦，它有一个那个餐厅的玩法，哦，餐厅的玩法。哎，我又按到是不是？不好意思。好，这边有餐厅玩法，到时候还会开吧？还会开很多新的玩法。这我也不知道干嘛，杂物制造所应该是合成吧，把一些废物合成起来，食谱。有了食谱你就可以做了嘛，这边就有一些食谱。我来做东西需要时间，这个也可以升级吧，也需要这个材料，可以缩短制造时间，还有那个最大生产数量可以增加三个，就是你可以同时干很多东西吧。然后这是武器吧。哇，零件不够，要去刷。OK， 那我们就玩到这边。哦，这边你要编舵一下，好好编舵一下，好好研究一下武器可以换有没有？装备可以换有没有？这边可以换武器呀，还有这个装备，然后技能的话可以练。有没有属性去组合啊？好像没有属性耶。有啦，这个卡背是紫色的。还是有，就绿色嘛，绿色、蓝色、紫色、金色，我有张金色的。那好像没有属性类型耶，有的，我之前玩那个少女咖啡枪的话是有属性类型，有啦，这边有，好像有图几，就是它会有一些角色的一些类型，但是要。辅助的还是输出的还是防御的？哦，你看那有狙击、补给有没有？补给、游击兵，然后他就没有属性克制的吧？好像没有看到属性。然后我们的角色抽了之后就会站在这里，这个不能拖拉，不能抓起来。有的游戏可以抓起来。我在说《守望传说》好像可以抓起来，是不是？忘记别的游戏，有的别的游戏可以，有的别的游戏是可以把这个角色抓起来。他就会挣扎，然后就可以把他放到别的地方去，跟他互动，点他可能会对话。这个没有吧？就是一些字幕也没有语音。OK， 那就先这样咯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